最大的一个资源跟力量，告诉大家你们最支持谁。今天这个奖最佳线上飞票，我们要恭喜 SHE 的各位朋友，给大家听一听什么叫做口号跟力量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口号准备一下，一二三。那当然呢，其实我们也希望 SHE 呢能够呢在明年不单只是在唱片类，也可能可以在偶像剧方面也有一所表现，最好可以呢再来新加坡办演唱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马上颁接下来这个奖了。这个人物呢，其实对新加坡的电影呢有。